韩明仔，新型中医新脑科专家，主任中医师。二陈汤，二陈汤在临床里边也是我们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里边主要是由个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这四个药的组成。在这四个药里边，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二陈汤来达到祛痰利湿、健脾和胃，还有我们大家经常大家说的是要痰饮湿疾病。痰饮这个疾病在我们中医学里边是与我们大家经常见到的咳嗽所咳嗽的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医学讲的痰是在我们临床里边是聚饮成痰，所以临床里边大家所见到痰饮，在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病人基本上来讲都是属于像胸闷、气短以及咳喘，还有我们大家比较常说的像水气泛滥、像水肿、像这个方面的疾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用二陈汤加减治疗，就可以达到其相应的祛痰利湿、健脾和胃，来治疗我们相应的一些像水肿或者我们大家经常见到的脾胃失和所引起的周身的一些乏力等等这些疾病，是我们经常选用的一个方子。